放到首轮模式。首轮模式 MPG 首轮模式。对。然后点这个 ATM。点 ATM。打开这个页面。打开这个页面。然后按一下 F1 Start。按 F1 这里是吧？吗？让它换到一号刀。然后让它换到一号刀。换到一号刀。对，它自动就换了你。然后下一步就是点一下 reset， 点 reset， 然后拿起手轮，拿起手轮，介绍一下手轮。手轮有三个按钮 ，X Y Z， 这里 X Y Z 这个地方，这个现在比方这个指尖对着 X 就在跳 X 轴，对到 Y 轴就是跳 Y 轴，对到 Z 轴就跳 Z 轴。对。现在我们先调 X 轴，这个是调它的速度。对。这个往这走，越往数字越大，代表它走得越快。一般我们用100来调，是吧？啊，代表的是距离啊。调到100上，走这一格就是0.1毫米啊。调一调到10上，走一格就是个0.01毫米。调到一上就是0.001啊，一丝就是。啊。这个逆时针是减，顺时针是加。啊，好好。然后调一下。通过摇手轮。先走到最对轴对减，就是下落对减方向。让刀的肩部。嗯，好，然后看它就行了。让刀的边缘这个肩部，然后轻轻碰到底板，点一下这个 Z。点 Z set。点一下它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完成那边事了。以后这个数字可以在这个 setup 里面看，打开，这也是咱找的一个 Z 落差的差值。嗯，